有1000块的 OK 礼券。噔噔，然后我们要去 OK 买东西，然后我妈要骑机车载我。要啊，我要记录台湾生活呢，耶、yeah ！然后天气好好。附近没有什么 OK， 所以必须骑机车。回家，安安之。报告大家，就是呢，我现在在逛，然后发现1000块有点太多，我根本不知道买什么。然后我就看到健康食品去了，然后想说这是我从来都没有喝过，所以可以试试看。然后我刚刚买了这个能量饮。然后一般我也想要买，可是有1000块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花。然后我妈刚刚努力的在想要买什么，看我妈在那边，然后她说她想要买鼻头的这样子。然后我在想要不要买一些健康食品，因为这些都有点太贵，还在思考中。这个都好有台湾的感觉，现金，我这感觉都可以买来试喝看一看。妈妈，你目前有想买什么吗？我都买酒的，因为我妈都只喝水，所以其实饮料也没有什么要买的，怎么办？1000块都这么难花，还是买一桶水啊？不要不要，家里已经有一桶。对，我来分享刚刚买的东西，这是米酒头，想说姨妈煮饭可以用到什么的。然后这个牛奶呢，之前在朋友家喝，然后觉得很好喝，所以就买来喝这样子。然后我喜欢喝茶，就买茶。然后这个是我很喜欢，但有点太甜的麦芽牛乳。然后这个呢，之前是朋友说就是很推荐，可以泡在水里喝，就买了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最后其实这样买完，就是发现好像差9块就1000块钱，所以我就买了一瓶这个10块的柠檬红茶。所以最后只付了1块钱，所以这个全部都只要1块钱。然后这个是我阿妈很喜欢吃的那个大土豆面，就买了2罐。然后黑瓜，大帽黑瓜，因为这3个有折扣，所以又会更便宜。然后这些是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的，就是这是矿物质，然后这个是维他命，然后这是优酪乳，想说它看起来名字就写希腊式优格，感觉很厉害，所以我就买来吃吃看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是蛋白质比较多的，优意思很可爱，所以想说买来喝喝看。耶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只要1块钱，赚到了，感谢我爸的礼券。我觉得呢，结论就是突然有1000块钱，也不知道要花在哪里，因为其实我们家必要的东西都会去全联买，所以去 OK 其实它的种类比全家还有 Seven 还要来的少，所以其实我跟我妈就一直在那边逛街，然后一直在想到底买什么比较好，然后最后又决定买这一些了。然后说实在，其实这些有跟没有都没关系，但就是想说有1000块，然后那个礼券又只能花在 OK， 所以就买了这些东西。然后原本想说可以买，就是只有在台湾有的，但就后来想想，还是觉得买比较会用到，实际上会喝到的东西比较好这样子。